隔离点要远离居民区，我们就现在他们在三期建隔离点，距离我们二期只有100米不到的距离，对，距离一期也只有100米不到的距离，这里有9栋楼，1800户，4000多人。我跟他说了，他就说嘉定区政府这样安排的。那么按照国家的这个房屋规定的话，隔离点是在隔离建在居民区的，这是完全符合国家规定的。第二呢，那个烟道的话不可以是这种就是通着的连着的烟道，如果是连着的话，就会还出现滑冰场馆的这样的情况。按照法律流程来讲，我也是这样子的啊。他们家的建筑物是违规不达标的，就是违法。